不是，就这游戏，就这几个弱小的角色，就这稀稀拉拉的僵尸拳，有什么好玩的 ？Later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游戏？还有这么多奖励项目？直接拿全了一套传说装备，这也太无敌了吧！末日枪神，僵尸风暴，体验超爽割草。